我是潘志翰，从复旦高中毕业，经过征战的医学专班之后推甄录取马偕医学院医学系。当时向老师回报说有去报考医科班的一个志愿时，老师便向我推荐了征战这家补习班，并且说其实前面几届的学长姐都是透过征战来录取医学系。征战提供了相当多的科目以及课程，但在其中我最喜欢的便是他们的口试方面的辅导。在辅导的过程之中，不仅让我有机会能够透过老师的指导来增进自己，更让我能够看到并且接收各种不同同学他们的回答方法以及意见等等。这一部分呢，我觉得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征战提供的每日议题，透过老师每天所提供的各式各样的题目，我能够去增进我自己的一些回答能力，或者是我思维的架构等等。每日议题的训练之中，我能够缓慢的也逐渐的累积自己的信心以及实力。我认为最大的成长是与同学之间的交流，老师方面的互动，这些都提供了我能够更进一步去提升自己，并且稳步的培养自己的信心，我才能够摆脱以前那个不太敢上台讲话的自己。感谢征战，最后让我能够透过发挥自己的特色，并且与同伴们互相的携手奋进，最终录取了马偕医学系。来征战，我们在医学系等你。